谢谢你，和德丽莎签订契约吧。你手心的温度令人怀念。
Jack it up.
转心，难道本姑娘出场了吗？Bronya会履行自己的责任。想夸我就直说嘛。你好，请描述问题。I was wrong to say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好吗？来，坐下慢慢聊吧。Thank you.
少女西林，出发，开始 ，Aim，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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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功力最大化，烟火。
冰霜的主人。 Thank you.
本姑娘出场了吗？ 让我们一起去搞锅大的吧。 江湖之中得取大家的回忆。 嘿， 抵达战场。 Head first time. Hey! Yeah! 目标锁定! Fire! 请引教太虚之力! 以心为窍, 以养利剑! 万剑归宗! 这战术。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抵达战场。 Head first time. 呀呀呀！压底，砰！感受剑心之道。接下来，翻矢之水，坎坷截云，行随意动，突破战场。
出破绽场，糟了，再是糟了，撞上小兔 ，ride on， ride on， 这场战斗是布隆尼亚的胜利。
时间真是个讨厌的东西，你不觉得吗？如果不是时间紧迫，我还想留下更多值得纪念的话语。 Thank you.
魔法少女西林，出发，走，去那边看看。别躲！别躲！现在，别躲！别躲！这回无处可逃了吧？别躲！倾覆常理，远超人类所想。别躲！If it's not enough, I wanna see the stuff the world has got in store. 尘归尘，土归土。I wanna take it all in. I'm falling. The cityscape by night. Wanna catch in my photos where you go. Every corner twice as bright. There'll be my treasures forever. When I can't hold you tight, I'll see the Stockholm lights. The Stockholm lights. The Stockholm lights.悄悄告诉你哦，我一共准备了40种不同的开场白。魔法少女西林，出发！
力远超人类所想。这回无处可逃了吧。我只是一介旁观者，前方的路将往何去，你自有答案。魔法少女西林，出发！时间了，and I didn't understand.
Thank you.
锁定，发呀！
Thank you.
舰长，现在还觉得疲惫吗？今天陪我在村子里安装了一天的传送装置，一定很辛苦吧？那便好。油嘴滑舌。是竹云斋的桂花糕出锅了，刚蒸好的桂花糕最是鲜软香甜，我要买。哇，这里也有卖莲花酥的呀，我倒要看看这开酥熬砂炸制的功夫，是我皇国的御厨厉害，还是这点心铺的师傅厉害。先生，我要那个，给我买。舰长，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有什么变化？怎么个适合法？舰长，
我们快点回去吧，这么多的吃食再不及时享用可就浪费了。舰长，来尝尝这个吧。舰长好眼力，是啊，可爱，就像舰长眼里穿上这身新衣服的我一样的可爱。舰长，这可爱的糖人是我亲手做的哦。所以你得快些吃掉它才行呢。对着这么可爱的糖人，你在犹豫什么呢？来，刺客先生，张嘴，我喂你。怎么样，好吃吗？没错，仔细品尝，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哦。是大蒜哦，用来驱邪避煞是再好不过的了。我看西方那讲蝙蝠妖精的话本子里说了，有了大蒜，邪魔就不敢近身，对吧？
真的吃下去了，笨蛋！没有没有，你哪都没做错，只是你现在一张开嘴，就是一股大蒜的味道。 这里还有些茶叶，你放入口中干嚼几下就可以了。无妨，我又不介意。 你看，今晚的月亮可真美啊！没有。 好了，我知道了，你可以安静一会儿了。就这样陪我，静静的看会儿星星吧。
Thank you.
吸血鬼的盛宴就要开始了，要一起出门吗？我马上就来。One sealed。今天天气很好，是适合战斗的日子。Bronya 已经明白了自己要做的事。Bronya 一定会找到你的，希尔。Bronya 姐姐，希尔又想出去玩了吗？我们明天去哪里玩呢？